大家好，我是 Auditor， 今天给大家看一款可以赚钱的趋势交易系统，它的指标模板都一应俱全，非常方便。把模板文件放在那个 Tablet 目录下，把指标文件放在 Indicate 目录下。那么这个交易系统呢，我们来讲一下子它的趋势的，在一小时图上，使用在一小时上任何货币对基本上都是可以的。做得好的话，一星期最少赚500个点，每次下一手的话，那么500点就相当于赚5000美金。那么它有哪些指标组成的呢？看一下子，这呢是 MA 移动指标，移动平均线，两条移动平均线，黄的和蓝的，另外还有两条鳄鱼线，一条是绿的，一条是红的。这里是交叉以后产生金叉和死叉的一个指标，箭头绿的向上表示有金叉趋势向上，红的趋势向下，死叉。下面还有一些指标窗口，第一个常见的 MACD， 第二个是呢 Trend CCI， 那这个是呢一个趋势的指标。下面还有一个叫 Flash Trend， 也是一个判断趋势的。这几个指标放在一起，同周期共振就可以判断趋势向上还是向下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进场。我讲一下，我这里放在那个欧元对美元货币对上啊，一小时图上，那么可以很明显的发现，这里出现一个箭头，向上箭头，表示这里第一个箭头吧，先看第一个箭头，第一个箭头如果产生以后，向上的绿箭头，但是呢下方这个 MACD 在零刀上方，很好，这个指标 Trend CCI 也在零刀上方，也是不错的，只下方这个指标还不对头。下方的指标红颜色的不行，就是要达到所有的达到同一个趋势。那么第二个箭头来到第二个箭头以后，可以看到第二箭产生的时候，下方的 MACD 在零刀上方，这个在零刀上方，这个是绿颜色的，这时候就可以开单了，在这个绿的箭头这地方就可以下单了，做买单，买完以后一路可以向上。那么这里还不用出局，直到我们看到四个箭头也好，死叉箭头，或者说下面这次却变红了以后，我们再可以出场。所以这里呢就是顺着趋势可以一直做下去啊，这个点位还是比较丰富的，赚的赚了这么多可以赚。现在已经达到了，现在已经赚了将近快100个点了，100个大点，从 1.20 到 1.21 了，对，将近100个点，还可以继续持有，都可以继续持有。做空的其实也是简单，也是一样的，做空就是反过来。那么从这里做空，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子，这是满足了条件了，出现红箭头以后， MACD 在零刀下方，这个也在零刀下方，这是红颜色的，那可以这里进场做空。那么一路呢做到这边啊，这里可以继续持有，直到四个条件全部变翻多了，那么我就可以出场了。好，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么这 MACD 在零刀上方了，这个呢也是上方这个绿颜色的，可以出场了。那这里呢做了一波段，可以赚到钱，这也做到一波段，可以赚到钱。那这里呢进场的话满足进场条件也可以进场了，进场以后从这一直可以做到这边了，应该是可以再往这做一点四个条件都满足，可以到这里出场，或者在这里出场都是可以的，在这里出场也是不错的，四个条件都满足了，但是都是看多，那么这里也赚到不少点了，赚了也要57个点，一个星期下来做得好，这500点没问题，你可以多个货币对上，同时可以挂上这个指标和模板，可以同时看，非常方便，这做趋势的一眼就看得很清楚了。那么最好的时间段我也讲一下子，一小时图 Trend CCI， OK， 这指标我先讲一下啊， Flat Trend MACD， 还有上面是 MA 移动平均线的，还有交叉，时间段是对于欧元、英镑、瑞郎这些欧洲货币来说，最好的时间段的交易是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和晚上的11点
到凌晨的两点，那么这分别对应一个是欧洲时间段，欧洲盘的时间段和一个美洲盘的时间段，这都是非常活跃的，容易出现趋势的。对于日元的交易呢，那么是从北京时间的早上九点到晚上的十一点，这段时间最容易出现趋势，日元做得非常好的意思。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非常能够盈利的一个指标和趋势，一个交易系统，相当于是一个交易系统了，这是一个完整的交易系统。所有的参数呢，我就公开给大家讲一下子吧。那这个呢，移动平均线，一个是五，周期是五的，就是七，对，是七，就是五的。鳄鱼线，它的周期是十三八五。下面的 MACD 就是通常的八十二一，它是八十二一。圈的 CCI 这个指标是多少？圈的 CCI 它的参数是多少？3500这些的零。需要的朋友呢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交易有风险，请先在模拟账户上进行实验，以熟悉这个交易系统，好吧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